幽灵罗的皮是一种螺旋形微艳阳的质地，它具有很强的可燃力，通过口腔到达胃内病菌感染，是多种胃病的致病菌，是慢性胃炎、消化性溃疡、胃黏膜相关淋巴瘤和胃癌的主要的致病菌。1994年，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幽门螺旋杆菌定为一类致癌源，一旦感染，如未采用正规的治疗，将终生受累，也就是。